看错位，说多难堪，为什么不敢分开？冲锋衣！有网友想要冲锋衣，宠粉的小杨哥也是精挑细选把骆驼冲锋衣给安排上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上特试。为了凸显选品能力，更是拿出了过期的可乐和牛奶。过期的牛奶，这是过期的，都不能喝的。哎，都是我，都是我呀！牛掰！我们这衣服里面是加了一些科技的东西的。第一个，我们是加了这个科技，对，没错。那你稍微近一点说一下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陶瓷印花，那这个印花的话，它可以穿上去之后，大概在三秒钟左右的话，就可以马上升温，可以更加保暖。你这个你就不能这样，这件衣服也一穿就是。这是可以三种穿法，一种是穿里面这个，第二种是穿外面这个，三种是一起穿啊，看一下三种穿法，不错。随后，小杨哥请来了三位美女模特，试穿不同颜色的冲锋衣。假如你个子高，穿什么感觉？假如你这个比较丰满呀、啊，身材比较那个丰满，比较好看啊。哎，穿的就这种感觉啊。然后小小小的个子啊。小杨哥直播间带货透透哇，竟然来了一位男品牌方。小杨哥问品牌方的问题也很魔性。这就是咱们品牌方，我就想问品牌方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会？做这个，你一个大男人为什么去生产这个丝袜？你就问这个问题。没。因为比较性感，然后从小就比较喜欢这玩意。从小就喜欢。对。啊，从小就喜欢，你就做这个了。对。你是比较好看，比较好看，欣赏是欣赏。啊，就是气，就是你看这个，让心情愉悦就开心。我相信男人都一样。说吧，我这出马，开什么玩笑？说出了我的心声。震一下，震一下弹力，给他们看看弹力，用力震。我力气太弱，杨哥你来试一下。不是，给他们看看弹力啊！看一下，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的？从懂事的时候就懂事。懂事大概是几岁啊？这初中吧。大哥。大哥呀，被你媳妇在直播，我不好意思，没事，媳妇，不是大哥，你媳妇知道你这事吗？啊，你好大哥呀，你媳妇玩抖音啊？这个呢，有我们的专利啊，因为市面上都是一体的，都是一体的，他们这个是什么？纽扣可以取下来的，可以分开的，比较方便也是。这是一个啊，一整体的，记住了啊，这是可以换的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厚的丝袜，是吧？然后这里面是可以扣着给它扣下来啊，里面是保暖，可以取下来，可以取出来，可以取出来的。如果这个网子啊弄湿了、坏了，你可以换两条啊，透透袜再加两条，给你送两条丝袜，因为可以换嘛。对，可以替换吗？99这么多啊，上车！哎，不要跟那个，别咬啊！真的非常干净，我别咬，你别咬。你们见过这样的洗地机吗？小杨哥直播间这款洗地机简直就是懒人宝妈专用，清洁力也是顶呱呱，而且也带自清洁功能。美的洗地机？什么美的啊？这是 Dreamy H4 洗地机，人才。品牌方为了让网友看到这款洗地机的清洁功能也很给力，把过期的方便面、八宝粥、面包糠、牛奶都倒入在地上进行测试。看什么？非常简单，它是在牵引功能的，兄弟们，就咱们在扫地啊、扫息的时候，平常再看看小杨哥的直播，那都是非常的。我的妈！这缝里面，我的妈！这缝里面都差不多嘞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？啊，就有一点缝漏进去了，就那缝边上里边有一点，牛皮是吧？看我们扫完了之后，看啊，在这里面，对，这里面是水，放的这个清洗液啊，可以直接拿下来，给兄弟们看，给他们看看。嗯，我的妈！看一下有没有。牛掰！啊，它声音小，声音小。啊，拿过来。然后十秒钟，表面就吸收完毕了。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今天必须，非常完美。我有电竞美女主播做客小杨哥直播间，一举大获雪中飞羽绒服，现场人气一路飙升。兄弟们，知道这是谁吗？啊，他一来，我的妈，我直接100来人了，我的妈呀，好厉害哦！这 Miss 对 Miss 就是玩联盟的那个，真的是我们的青春。我当年就是因为他玩了联盟，不是他媳妇儿，我直播间我媳妇在我直播间啊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是
们是许荣飞国民老品牌专做羽绒服24年，这是新款鹅绒啊，跟普通鸭绒是不一样的啊，更加保暖，更加轻盈，而且没有出鸭毛味儿。Miss， 你怎么能这样穿一下，让他看一下哪个好看？我这个是蓝款的，它本来是两个链，是两款对吧？对，两款，蓝款、绿款啊，蓝款戴帽子，绿款不戴帽子。你让我在中间比较合适一点。介意呀？不要脸！可以吧，兄弟们？这是蓝款，你这个你感觉怎么样？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。直播到深夜的时候，大小杨哥因为谁来测试洗面奶争论了起来。要洗？你为什么上次都我洗的，凭什么我洗呢？手足无措的品牌方小哥为了打破这僵局，自告奋勇要自己来测试。我自己来好吗？啊，自己来，你自己洗是吧？我自己洗。因为知道小杨哥直播间的风格，测试的时候也格外卖力，身旁的大小杨哥都不忍心看下去了，连忙制止了品牌方的测试。好了好了，大哥，好了好了，我洗了洗。因为搓得太用力，品牌方已经有点通红，成年的样子脸上没有容易二字。这个太实在了，实在啊！大哥，这个人，别再洗下，听一下，听。品牌方这大哥真帅哥，真实在。我们就不要。小杨哥直播间来了位豪横的大哥，一言不合就让洗刷礼物，拦都拦不住。这位大哥竟然要在小杨哥直播间洗头，在拥有多次洗头经验的大杨哥面前，隔着屏幕都能看出来大杨哥多着急。Oh my god！ 这兄弟们要看。你这么高兴，人家都不管，你管什么？我这是 VIP 待遇啊！你给他洗一个，我要给你洗。好、啊、兄弟们，他怎么给我洗，我怎么给他洗。清扬洗发露，咱们就不用解释一下了。这一瓶多少钱？旗舰店一瓶47。耶，小哥给你三瓶了，就三瓶了。再给你来一袋，这多少克？200克，200毫升的。两袋是不是已经快一瓶了？快，再加三瓶，一袋。然后我再给你一个小样，再给你一瓶旅行装，今天这么多加在一起99.9元。男款，这是男款，女士，这是女士，是吧？哎，我来洗。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放歌，还是专业人干专业事。你看，这不专业的，你看你干出来了，看来首 music 看看专不专业啊？你在坑我？我为什么坑你，大哥？他根本要给我洗啊！